这一棒打到了反方向，追过去有办法追到吗？要看落点哦。还是被朱雨贤给追到了，哇，好球！朱雨贤跑了好远啊。结果这一棒打出去，有没有扑下来？在界内挡下来了，自裁垒包，哇！哦，这个球真的是陈俊秀守得更漂亮。这一棒打得很强，哇，又是一个王振堂的超美技，也来了一个喜欢级的表演。当场的先发啊，让球队拿到两场的胜利。这一个球滑下去 ，nice play！ 给左外野手詹子贤一个飞过的美技，将统一四分的本师队二十上半的攻势变成了三上三下。出棒在右半边，这个球滑下来。守备啊，完全向乔丹致敬。这个球在游击方向反手过来接，再传一垒，但是跳高起来，再拉回来之后 ，save 要来做电视辅助判决了。结果好勇，过来三垒手拦道，在刹车之后转身传一垒 ，nice play。一般人这时候就眼冒金星，那球可能丢到右外野还是左外野去，然后一切还是传蛮准的。对，坏球，这个球弹跳比较软弱，要赶快传一垒 ，nice play， 非常高水准。吴东荣的精彩守备，他还蛮大的，有办法穿吗？结果郭彦文要展现了一个 nice play， 这种球哪个教练不喜欢？对。这个有输有赢的吧。这个球要来看一下要飞到哪边的界外区，两位的野手都过来，最后滑下去 ，nice catch，nice play，oh my goodness， 这个厉害了，太神奇了，我的天哪，精彩的一个滑街守备美技啊，詹子贤。